14. 南方日报全国版航班平均准点率不足七成，延误补偿很难办，飞机延误谁来买单？2015年7月15日6时50分商旅周刊 B01 HTTP 冒号商斜线 paper.south.cn.com 斜线 nfreally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5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448849.html 台风季来袭，多个机场又成了航班延误的重灾区。以往年经验，步入七八月份，航班准点率将跌至全年最低。根据民航局日前公布的